叫刘志问，来自陕西安康，现在在东莞居住 ，AK 小海盗。害羞啊，走吧。很多人可能是接触灌篮高手那些动漫，然后他们才会打球。我呢是单纯因为我的好胜心吧。刚上小学的时候，体育课班里有个会打球的，就把我们都打得毫无还手。我这人好胜心比较重，我就回家想方设法的练，周末一放假直接就跑去球馆，然后一日三餐基本都在球馆解决，通过看视频啊，然后再做，再看视频，再做，就反复的去琢磨你自己的每一个动作。有的时候下雨啊，没地方去，然后去天桥底下练，就什么地方都可以，街头的地方都可以。过了也没多久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打爆，我就比较关心这类。这不丹哥吗？戴着头巾是吧？那个八爷一模一样啊。当时机缘巧合吧，是一个比赛，路人王。看了他的一些运球啊，包括一些灵动性啊，都觉得他确实可以打得出来的，他的风格啊都特别的街头，说你平常要练球的话都可以来找我。想不到他把这个话当得很真，就真的每一次就过来。当时家庭条件算很一般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经济去支撑我去做训练这东西。丹哥听说了我这件事，无条件的他说你来没关系，我免费教你什么的。和他素不相识，当时已经算是挺出名的那种，然后我就觉得挺震惊的，被他一些热爱，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啊所感动。他也特别努力，特别上进，在他这里学到很多。我觉得不仅仅是球技上的，更多是为人。他很纯粹，然后也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，很照顾。最终的目标就是超越丹哥，他真的就是教父。Good。然后因为是丹哥的徒弟，因为他叫海盗，然后我的外号就小海盗。当时高二去灌篮的时候，丹哥把我推荐过去。刚去的节目的时候是比较害羞紧张的，一下子几十台摄像机对着你拍照。有什么才艺啊？才艺啊，有点懵的感觉，当时脑子一片空白。Monique, but they marry now. Oh. 怎么唱的这脸都是呆呆的就做了这些事情。就是灌我的徒弟小海盗。认识了很多大哥哥，也让我去参加了更多的活动，就像刺猬的校园行什么的。回来感觉更多人认识我，也有更多人认可我的篮球，带给我更多是自信。因为可能小时候比较害羞，然后也有一点自卑，通过篮球认识了更多人，见识更多世面，就越来越自信，然后也不会去畏惧一些东西，会更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目标。小弟一，小弟二。就是很找女朋友，
哎，好失败呀、啊！我怎么没有、啊？赶紧给他打电话。然后最后一句话了没有？最后，来自街头，然后下往球场。到球场了啊！我一定要出镜，是吧？一帧都好，我一定要出镜。你感觉他打球怎么样？球风灵敏，动作迅捷，机智，判断力强，厉害啊！身体素质都不在一个级别、啊。我听说他当年拿了一个那个路人王成绩之后，你在班上表扬他，让全班同学为他鼓掌，是吧？是啊，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像他有的应该培养他的这种自信吧。一方面要热爱篮球，一方面也要热爱学习吧。第二个的话，不正经的话就是擦亮眼睛找一个好的女朋友。眼神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，深藏一份。他嚣张没啊？我要跟我明星合照，我要跟我学长合照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哎，又没我的份了。哈！终于，我为青春写下了一页，那回不去的从前，有太多遗憾值得悼念。对你，诚心祝福，终有一天会实现。我觉得篮球就是一门艺术，不能去把它看得很重，就你得去享受它。自己的风格啊，以前也不太被人认可吧，他会觉得就说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根本没有什么用，不相信你，就是觉得你这种风格你怎么打球，然后说你毒啊什么的，其实我都没怎么在意，我就想做我自己就行。我接球手也可以打好戏。真正一名接球手，纯粹，有自己的风格。打球的人很多，但是有一门很独特风格，那很少。你得保持自己的本心。所以我就很享受这件事情，没办法啊，这个主要是喜欢，主要是热爱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吧。我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吧，去证明自己，成为一名接球手。路人王史上最小的冠军，16岁，产生39位晋级球员，刘志贵。灌篮导演是怎么评价我？我问他，我说为什么会选我来？他说我更像林家的弟弟。那你不得夸我两句？加油，茶山王宝强。放屁，茶山小海盗。我穿个拖鞋又怎么了？有种单挑，我穿个拖鞋都能赢你。大哥好。
我的心。那打完了也是的，在东莞中转马来亚，还在拉萨跑了差不多15公里，就要5万人来听。身高是现在是1米5，估计以后也长高高到哪去了？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？人海里面，心中他不知道我是救的，被说是怀着很多矮个子的梦想的时候。七位大哥。你们都说广东人是福建人嘛，然后来这边就要吃回去。不想，唔係好感。